嗨，现在哎，杰克在努力抢修饰武器，所以先来话那天的那个啥。啊，那叫啥？卷卷耳百变怪，百变卷卷耳，等吧，我们只能等了。哎，好像开了，不是啦，是那个，欸、真的哎、欸，哭啊，那么快。杰克太猛啦！感谢杰克。耶！哎，那个血不见了。我来跟你蹭了。啊，这我们这个。这个皮卡丘有，我有看到皮卡丘锦没了。我在开台，好的。而且刚才超好笑，刚刚那个哈记也是哈记触发的这个锦。对，我刚在上面有聊，超好笑的。哈记就跟女巫没两样哎。他继续在洞旁边祈祷，然后他就跳进去，跳进去之后就喷大量的圆圈。大量圆圈。拜拜。好，拜拜。没有啦，我在跟我父的蛋说拜拜。哦，对，我也孵好嘞，那我要回。这孵蛋很好玩。对啊，而且要孵那个百变怪的。对啊，我们所谓的转蛋。这个超好玩的，小猫怪。最好笑不是你孵到哈基抓了三天抓不到的。那个超可爱的耶。对啊 ，mini Q。被虫噬呗。我原本以为你要开始敲了。没有哎、欸，还没有，我根本没有要敲那个。我就只是要做一些那个可以。我说，哦，要敲了，要敲了，来吹吹吹吹吹吹。因为那个壳，那个台啊，嗯，我。那个哈基已经给我了，所以我不用做。做什么？就是做那个自动熔炉哦，我要自动压那个的嘛。那个这个孵蛋器。哦，没有啦，是那个啦，叫你敲盖子而已。敲什么？你做那个都要盖子啊，你做球都要用盖子跟下面的盖子啊。球底座跟球盖、哦，哦，我都直接那个、欸，哎，我都直接用那个熔炉，然后自己敲。哦、没有，太慢了。真的假的？对，所以才给你，所以给你爽一下，给你爽看看，不爽一下。没有，都会预先 UB，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都放了就走了，放了就出门。现在在孵吗？是啊，在孵蛋啊。所以都自己敲哦，一秒五颗哎！喂喂喂，是我 RDC 吗？对，冷静。安安 ，Hello。安安，为什么我的效率是敲的不够快？是效率要五？对，要五。哦，你效率是应该是一秒三颗吧？感觉也只有一秒两一秒、哦、那你试试看啊，效率五。
我那时候看你们敲就哇，这么快，然后自己个效率是差那么多。对啊，真的差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哎、欸，你们四到五才差一阶。四到五。对啊。我很抱歉，我又把伺服器搞爆第二次。没有，我觉得超好笑，而且你就是女，你就是一个技师的概念，很奇超猛。怪，我就在那边旁边等，也没做什么事，然后就闪退了，然后就看到你的画面那边皮卡丘爆出来了。对，献这里祭，啊，雨月要跟你问一下那个丝绸之修处，复，修补书，哎，对对对，隐约在哪里？里面有在这吗？没有啊。那我怎么听到有人说献祭？那是梵天说的吧？我说哦，我说哈基被献祭了，哦，干，你那个声音超像雨月的哪里耶！像啊？哦，有点像，我刚才听错了，我以为他来了，哦，对不起，没事没事，我在听。没事没哎，而事。且你知道这里玩最认真的是那个吗？是迪叔吗？他把家整个盖起来嘞，好猛哦！他也是玩蛮认真的。他盖超大的哎，然后看看我们，我一个盖地下室，大家都是没有屋顶的房，超好笑我想到后面怎么租了一间宝可梦中心，进 去，真的有我像就吗？真的假的？把我家里改一下。我是宝可梦中心，就是还有那是，个啊，嗯，你说什么是宝可梦中心哦？不是，我说为什么像宝可梦中那就突心？然多一栋建筑物吧。对啊，因为我们都用木头盖而已，只有他是用，他好像是用那个陶土盖，对。他很有心呢。我们钻研的东西不一样。漂浮泡泡。对，可以拿衣布出来攻击，垫个衣。你要大竹葵哦，所以对你呀、要先从菊草叶开始养，是不是？啊，菊草应该是比较好遇到吧。大竹葵，因为哦，它形已经成型了，有点难的感觉。对啊。我来四处找找，我要顺便孵蛋，就来探险。哎，我家铁还很多，你们可以自己拿。好，好，没问题，拿爆。行啊，我记得还哇、哦，有全部两干走！组。这太认真了吧他。那你要再没了要跟我讲一下，我再去挖。哇，这么棒！哇、哦，八姨，对，八妹妹。我是八姨呀，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的那个宝贝球不是宝贝球，神奇宝贝已经都差不多养 OK 了，就可以来挖一些矿。啊，我想等那个修开桃补。有的时候就可以大肆挖了，花，大是师不是在玩啊！还没找到那什么混凝土地形呢、啊？黄土地形，还没。好像没看过。哎，可是红土地形这一带有吗？要找啊！哦，现在要顺便找蘑菇地形。杰克是蘑菇说。地形，要不是主世界的，要生存世界哦。我一定要生存系列。对啊，蘑菇地形是因为如果我们之后几句话任务有解到的话，他说需要用到。那他如果说如果有人一直没有接到，或是大家都没有接到的话，可能就是放弃这个任务，他用发的。对像啊。我都还没有接。就是没不好遇啊，因为他现在是 NPC 随机给，太随机了。
嗯，啊，啊，治疗剂打下来只有一个铝板的、啊，对，那回收也太少了吧？好歹这两个三个，可是我以为是直接爆掉哎、欸，应该有一点点回来。你想去到处去拆人家的宝可梦中心，然后拿石英来盖房子？石英拆别人家，然后盖自己家？对啊，没错啦，没错啦。哦，这边有那个哎、欸，这叫什么吸铁三星的？我吸铁小石怪啊？哎、欸，好像是吧？我来了。要打吗？三星而已，也没参与到你们的。来，要换换这个 OK Go。小吃怪，大。啊！大晴天没伤害，屁嘞！打死啦！要不要？要看起来。有 boss， 有 boss。你要打得赢了哦。应该可以吧，一百等的、欸，一百等的。你打、啊，只看，我丢错了。你属性对的就很好打、啊。幽灵系的 BOSS 有够难打，幽灵克幽灵、嗯，嗯，但是好，我好打他，他也好打我。对。哦，原来他死了。秃秃头盖，那个就是怪打你的时候，它会被反弹。哦，我要戴在我身上吗？嗯，可以啊。不，你身上你的，你可以放在比较常挨打的宝可梦身上。因为那时候就是遇到一只会连击有到二到五次的连击嘛，然后每一次都会触发一次秃秃头盔。所以我根本还没出手，他就被自己打死。秃秃头盔。对啊。这叫铁什么？铁哑铃。铁壳蛹，我要把它消掉。哦，我今天不是遇到你在抓那个色尾吗？对不对？我吗？对，你不在抓色尾吗？没有啊，就那个鱼啊。那个鱼不是 BOSS 吗？没有，那是鱼，那个色尾，绿色是色尾。哦，对对对对，哦，绿色是色尾。没错。我抓不到，那个他太快了。我想说，没有，我是想说，来来来来，我这边有个深海漫游的鞋子，你拿去穿。我想说你游的比我只有坐船过去还快，我说我不去了。哦，没有，信心打击。我想说在你面前，想说已经拿好鞋子准备给你，就说你去吧。信心打击，真的怎么游的比我快？没有，误会了。它是什么的色尾啊？金鲤鱼王啊，金色的。哦，好像很赞诶！啊，你们鲤鱼王差几只啊？是小雨在弄的，我已经没有在弄那个。平安，他是偷铁了。好的，没有，这样不是偷诶。你有告知不行这样子哦。谢谢。好诶、欸、好诶、欸。
石榴尖椒介意？介意铸铁不够，再介意。我盾甲，我的铁怎么那么多？就一直挖。就跟你讲，这一代真的是很爽哎、欸。挖过就回不去了。对啊，现在回去就很痛苦。嗯，蛋快孵出来啊，蛋。哇，好多东西讲，我要把这些都丢了。而且有那个有烈焰感之后，超级不怕没灯的耶。娘，更可以拿懂很多东西。嗯，哎，房子需要混凝土。哎，那去找建材盖房子喽。有了，体感出来了。海边怪，继续动。哦要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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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O TPO 可是这里好像带个船头荷叶之类的瓜都没有耶、欸、我有我有我有等一下这边还有一点绿不想浪费现在几句都我不敢靠近很怕走过去断线我有但只有一片天哪来吧友情考验不是这个游戏是一张纸一直折对折对折吗然后看谁可以站在上面最久好像有的玩的东西、啊、那个很难耶、欸、走的哦走啦好而且还有那个纸铺在地板上然后越来越少对对对对对我然后到时候变一张我想收集各个个性的百变怪，要给他带不变之时，就可以辅导自己想要的个性。哎呦，对啊，叮你要找什么特性？什么个性？就是很多、啊、像胆小、大胆、慢吞吞那种东西。像比如有些可能像哈基这只好了，想要一只更好的那个耿鬼嘛，因为他耿鬼如果个性不对，用抽的啊。哦，对。那如果像男生还是女生啊？忘记他没有，他没有性别。爆了，我丢仙击球，再来一次，爆了，哎，没，我也爆了，没事啊。那个东西我们去那地方抓就有，回收喽。好，回喽。没事，我要回家了，因为我敷到一个钥匙，钥匙，哎，屎圈儿。圈儿，敷到一把钥匙得回家了。叮叮叮叮叮叮，贝壳之灵。哎，那这个不用了。
什么可以隐约可以随随便便就有大师球？真的不知道哎、欸。因为昨天就是突然说啊，回去找东西还债，然后哈基只站了一下回来，哎、欸、哈基，大师球还你。超可五星夜一路，知道吗？我早上又捡了两颗。哎、欸，你怎么捡的？你是去哪捡的？为什么？嗯，主世界啊，主世界到处飞啊。我昨天也飞好久，飞到去想啊，算了，捡不到去睡觉。我也飞很久，找不到啊。圆圆要问你那个那个修复要去哪里？修复跟村民。我房子前面有放箱子啊，大家可以先去换那个啊。哦，反正就是把材料先给你。材料先给我，我看到我会再去拿去换啊。哦，哎、欸，你房子在我家前面。第一步减二，不行。是快龙那一间吗？快龙，快龙。对对对对对。哦，哎，怎么拿的？你偷扯哦！哦耶，感谢。第一步减二，第一步减二，等我，等我上线。嗯。哦，还有缺吗？加你的话就满了。不然、啊。不客气喽，等一下我先修补一下。啊，那我先过去好了。嗯。TTB 猎球打名哦耶一步，希望是一个女生。太阳珊瑚哎，耶一步耶一步，我应该用什么技能？不然这边。女生，干，可恶，干那么大声，因为我想用那个甜蜜球把抓回去。Dinosaur，如果麦有收到环境音，跟我讲哦。哦，好。麦狂点，麦狂点。妈妈三十块龙才对吧？没有，不能，那是妈妈咋扣？我的豆花三十块快龙，要不要？炸掉它！哎，悠悠球是什么？悠悠球哦。你抓到之后，它的友好度会到很高。你的大奶妹要死？没事，我奶妹喝奶给你看。行啊，行啊。我好多啊，那其实也没有加成。看，豪华球也才 1.5 倍，感觉用那个高级球两倍。哦，不要再打了，我的奶妹要死了。奇怪，是只有蚂蚁是没有在打吗？在补血？好像，好像在帮你补血。对啊，都是以衣服为主。OK， 没事，这样我就可以用计时球了。有十回合了吗？刚才第四回合吧。真的假的？第四？你真的一直吸引炮火、欸、对啊，不要打奶奶了，来看看我嘛。对啊，我没有血，看我嘛，不要。他被打下去啊，下去。哎呦，他死了。不要。大师球好了。哎、欸，这位。大师球。真是不不不不，高级高级！哇，你很哦，有了，抓到了！你们大师球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啦，猪猪，没有抓到了，抓到了！空中有一只，两个男生呢、欸。空中有一只色尾长刺哦，
方式我飞不起来。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你去，你去。诶，多边兽身体有几块啊？四块，四块。嗯。哦，看到了，是不是？哦，就这。哇，是绿的哎，哦，好漂亮哦。对啊，蛮好看的。老树绿的里面比较好看的，对，主要是绿色成分比较少。它就是它的翅膀一点点有一圈绿的这样。对啊，好看的人找到了。待会也要去主世界晃晃。你们开那个搜寻，你有开那个，它会亮起来吗？有啊，有啊，我有加线呢、啊。有，我也是亮起来加线啊。我说不是，是重点拿到，一直拿到那个啊，其他的啊，其他的转喉喷雾嘛。然后还有什么？喷雾我也拿。厚底鞋。厚底，厚底，厚底鞋。是厚底鞋。厚底鞋，谢谢，谢谢。我现在敷这个就只是敷好玩的啦，肤色会出来，肤色会或六 B 出来。哎、欸，夜翼两只夜翼布是不是可以再生出夜翼布？会生出伊布啊，只会生出伊布。对啊，所以你要再用叶子进化它。真麻烦啊，算了。啊、你还有可以掏假包，你儿子哎、欸，你这样对他说话，我终于用第一个金冠了。你要用在哪一只？长耳兔啊。哦，我以为你要用大奶妹。他还没摆啊。嗯，哎，是嗑药，嗑药，糖吃糖，吃糖糖。你们是力量速度对不对？好，吃糖糖。啊！我把你的铁簪搞爆了。没事，你都是没关系。你是敲你自己的铁簪，我等下去你家拿。我真的假的？好的。对啊。没事没事，有铁的来源，你就是大哥。哎、欸。我去主世界晃晃。你晃到大师球跟我讲，我要踢你过去。刚跟你讲说你已拿过了，你都哭死。每个都说你已经拿过了、喔。我社区大师就哦，不是，我去这边主持就有晃过一轮了。都说拿过了，对不对？对啊，大部分都拿过了、啊。我也是。我换成拿过一次就不能再拿了。对啊。就奇怪，我拿了这么多大师球，就没拿没，应该说我开过那么多大师球，但没有开过大师球。我在讲什么？大师球里面没有大师球，对，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哎、欸，但有人又开了两颗大师球，到底是为什么？对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不信，我看看，上面是不是涂广告颜料？你可能拿那个水泡一泡，它就会变成高级球了。哎呦！哎呦，烦哦！嗯，反正早丢出去的时候，让宝那神奇宝贝看到那个球是大师球就好了。嗯，对，我手上有这个哦。你快进来哦！劝你三秒。然后住进去，发现不是他的总统套房，很高的都是飞上去的。嗯、对啊，哎，你还没有飞的吗？对，我没有飞的。可恶！过来一点，喂你吃。
可以抓一只草，有草有飞的，有草有飞的热带龙啊，热带龙啊，热带龙在哪里比较多？对，古世界那时候你在哪边抓的？我好像在丛林抓的吗？我忘记了，他抓好久了。生命值六个，好像要一只会飞的比较好走。我把一些什么宝石全部拿去卖，那个一次性的宝石真的是很不会用到。啊，是提升30%，对，真的是不会用到。拿去换球比较实在。哦，那这样子我这些也是很多呢，算一算应该有60-70颗。要去找大师球喽。我拿来卖看看，运气会不会好一点，找到大师球。啊，有些果实他不收哦。嗯。哦，找到一只嘞，可是它在上面怎么办？阿基，我又拿到一颗了、欸，真的假的？为什么太扯了？你到底是从哪拿的？你到底哪里拿的？太扯了！你好猛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看，你在哪里找的？哪里找？在哪里？哎、欸，蘑菇地形，世界的啦。哦。救急头，讲究头戴，哭啊！为什么你拿着大师球，拿着这个东西？不知道，这只是什么啊？是 boss， 而且还有惊叹号哎、欸！是在打架的吗？我惊叹号消失了哎、欸！啊，等一下，我穿错地方。你要打哦？啊，好戏！你觉得我会被哇 pass？ 好坏心。哦，那这多少钱？它会救急进化哎、欸，不啦，它急剧化哎、欸。哦，我可能打完。变回来了。它不会下来吗？它一直在天上飞耶，怎么办？哎、欸，你总是飞我。哎、欸。你怎么在我这？音乐找到，音乐还在吗？对啊，音乐找到不是我，还在这啊。哦，所以你们还在打？我没有啊。哇，下去了！走了，打不赢。很强是不是？你的等级加30。
洗发呗。好。不呢。怎么办？三颗。他要走了。嗯。睡着了哦。你在追那只热带飞龙？热带龙。对呀、啊，哇，这个小剑雀不能骑。它要长大吧？小剑雀要再长大。战犬龙勇，一捆呐！哎呦，那叫天啊！那我回去给他吃糖。哎，我操！我操！哎、欸，他叫你的宠物。哈哈哈！他还会换只哎，知道被克死会换只呢，很聪明，很聪明呢。哈哈哈！啊，逃走，逃走，好，弃权，弃权。啊 ，safe， 总有一天要把他打赢。回家。有一颗大师球。有没有拉来的、啊？你是拿到还是遇到？拿大师球箱。哦哦，还好。那你刚刚上一个说的大师球是真的拿到还是？他真的拿到啊！真的拿到。哭啊！为什么？吃剩的东西，你吃剩的给我。我抓洛奇亚。就那昨天吧，昨天晚上看到集巨洞啊。哦，对。幸运蛋。为什么？硬装备呀！硬装备呀！这搞我天地呀、啊！金价拿一只拿一只拿一只拿，有个大师箱要不要？来了，我来了。可我点保险，一亮镜，结果错了，他错了。大石箱，我来了。Holy shit！ 弱点保险，力量负重。亚瑟换我也是弱点保险。哦，不对，我们还有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一个险，客房服务，客房服务。对啊，又一个大师箱，加热招式技，耶、yeah, ，好棒哦！哇，好开心！哎、欸，这，感谢打空保险，太多保险了吧？我没有哦，对，拉仓，是这个岛全都是。大师球的、哦、没有，越远的东西大师球其实会比较密集，不是密集啊，比较多，所以是在那个主城那边绕是吗？
你说我吗？我说他自己。没有，就是说，哦，想说为什么鱼这边一堆大四箱啊？因为我把高级箱跟普通箱都略过，没有叫你们来啊。哦，可以略过那个啊？你可以不用剪啊，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哦，我以为是可以雷达关掉。没有没有，他一样会线会一样会牵着，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诶，我去查一下这个雷达的模组，看能不能关掉其他。点过就关掉吗？看看有没有配置设计之类的。如果可以的话，就方便多了。嗯。在飞的过程中也能孵蛋吗？还是可以啊？哎、欸，可以啊。我火箭却可以，火箭鹰啊，火箭却不行吧？嗯，我不知道，你孵孵看啊。因为我是用最终的在孵。哇哟，会飞的真的是好捡好多。对啊。要给他带什么嘞？大师箱，嗯，拿过了，东西，看到一个，我在查那个插件，看到一个插件，原来我没有装欸，是可以直接查生态域的位置，哦，也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查蘑菇岛的位置，装了会不会太 OP？我们这个模组有内建的，哦，内建的、哦，看一下 ，Nature Compass 大自然指南针。嗯，有的话，杰克那天应该也不会讲这句话吧？你们可能要找一下蘑菇岛的位置。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哦，因为这是整合包。哦。如果他没有把每一个插件都拆开来看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的话。打烂，可以打怪啊！法师球像拿过了，为什么这个也拿过了？好，他应该是关掉的。有这个插件，那他关掉的。嗯，哦，不行，有拿大师球吗？像吗？来，等一下、哦。遇到 boss， 打打看。果然都拿过了。力量。阿基没拿过。还是东打打西打打，
对，跟 shark 这个踏出图模组晚上可以让它显示比较暗暗的吗？模组，地图模组啊，可以让它晚上的时候右上角不要变成暗的吗？看好不看得好，好不清楚。啊，完了。显示器哟。嗯。大师球没有，我是打 boss 掉的。哦，是哦，是哦。不要难过，你也会打到的，总比开大师球没大师球好，对吧？恭喜波波，哈基姆都爱你的。怎么了？他好像里面不能呢，他就是。宝可梦箱子，他们要分种类。嗯。哦，好爽哦！不过不是。叫不像音乐需求那么大了，因为很多神兽都是飞行系。嗯，对啊。啊？都不行。好嘞。容器神兽有很多，对啊，可是容器是后大器完成啊。嗯，就是心灵宝回家。你在语气啊？对对对，继续语，继续。这手板是要之前要录影的，又没有录到。搞固固好。超多球球的，我记得一开始玩的时候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然后我就拿大师球去抓白呆手。那你好，聊天室的人一直骂我，为什么骂人？他们就觉得你怎么那么浪费？不是啊，你就呆呆兽而已。然后我喜欢呆呆兽啊，对啊。就觉得我疯了，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么难拿。我，哎呀，我那时候玩的时候是一进去就是第一个大师球箱就捡到大师球箱，然后大家都跟我说这个很好，然后我说哦这个很好是不是？然后大家说一直抓不到，好，那我就用大师球抓，然后他们就崩溃了。不能理解。我的波波在旁边崩溃。他们没产蛋。附近没人吗？还是路
是我把旁边这边框起来很惨。不是不是，他会判定那个范围里面有没有他们喜欢的东西。有啊有，他们现在是疯狂的爱着。那就没事了、啊。还是我弹幅太快了。啊、我去你家做铁针哦。好啊好啊。等一下，要确定你能用你阿祖的阿斯特苏。属性大师。Boss。大师箱，好，过去了。哦，再点打怪。惊喜大礼包，白神秘人，谁啊？太惊喜了吧！我在偷看发发的样子。那里面有很多球。对啊，为什么？这我拿过。还被嫌说这个球没有，那个球也没有。哦，我有自己补账哎！惊喜送礼包，我自己补惊喜。我再 A 一些铁走。好啊，好啊。好的，好的。好啊，为什么有不可以穿，有时候不能穿？嘿。嗯，哦，你现在冲过来。我再飞过去。你在无限传送是不是？赔钱啊！赔钱啊！我赔钱。哎、欸，好到了。飞不起来，它好慢。个性胶囊，谢喽。玉宝宫灯跟王家打的时候能招财吗？不知道哎、欸，没想跟我玩。被玩家使用是骗他钱包吗？漫画版里面聚宝宫是从宝可梦身上割下肉，然后变成钱。我靠，好残忍哦！对，是用抓的，然后抓下来那块肉变成钱的样子。好痛哦！他匕首一定很有钱。哇，你把火金王放在哪里？没事的。总要放上面，我是有钱的宝可梦。对，好恩，没想到卡比兽所需经验要超级高哎、欸，快龙那些也是。嗯。对。大师球像，大师球。我在钓鱼啊。钓鱼啊，然后钓要看有没有荷叶。荷叶可？你要荷叶？没有，因为 我在外面，我懒得回去。哦。
想说荷叶不是去沼泽就打一堆了吗？又一个球箱，有喵喵哎、欸，野生喵喵。抢救围巾，这里好多，我就又一个在旁边。啊，这个我拿过了。搁一个，性胶囊。他怎么这样对待我？又一个，这里怎么多客房服务？哇，这里又一个哦，太多了吧？你那边都没捡过吗？我只捡过了啦。哦，我想说他记不到有没有。哇，这里怎么可以这么好捡？哦，那你应该没有捡得很干净。看一下哦，这里的我都是捡过的。第一颗我就捡过了，有没有？这里又一颗，过了，是传那个快速传送，然后去。不要！什么是招式魔？狂人。再一颗啊！等一下，他在对面。哦，这个我没捡过。EP 极限提升器。啊，我感觉这个 OK 哦，极限提升器。是新的龙虾，你要来吗？是五星不打。好的，这里有一颗。有五星在扣你。卡住了，学习装置第六代，又一个，碎的啊！小肚子，小肚儿，走开！这只鸟，这是一只鸟。哦，你才收集25只飞行细胞的梦，不知道，可是有问题啊！你是飞行器训练家哎、欸，就看到我不没有抓、啊，他在这里，力量不完，没有，我不要回去那边还有一个，账号是不是有欧洲不欧洲？那你可以开你的分账来看看。哎呦，有一个，这个刚刚拿过了吗？好像拿过了，这边好像都拿过了。背心没有，都没拿过。这里没拿过哈。抱歉，不会，这个是高级球，这是对他打，哎，
这里有一个。直接冲去啊！先传到主世界，神再传你一遍。各方服务。你鹿甲是比较偏小啊。它偏小吗？我看一下。它是大型呢。哦。鹿甲本身就这么小。有一颗，恶心胶囊，我做了。这里真的很多哎，热。再一颗，全都是大师。大地魔，透过招式或特性展开场地时间比较长哦。我们可以都用自杀的打啊。嗯，再来一颗。念球。团团，再来一颗，来孵蛋。哎呦，金嘎，金金金金金金，是云月，你那个大师球真的是太扯太强了。什么云月？云月啊，已经拿了半，就是昨天他的没有大师球，跟我借一颗，然后。过大概半小时之后，他说：“啊，他去找一下大师球。”然后过一阵子了，啊，大师球还你。哦，那一段我有跟到，还我以为是他要再找到一个。对，今天早上他又找了两个。什么啊？不对，为什么？他那个不是随机拿到，为什么你可以那么好拿？对呀、啊，就对啊。啊，那是不是因为你都没玩抽卡游戏了？你用昨天讲一样的话。对啊，讲一样的话了，完蛋了，完蛋了。可是我有玩姜饼人啊，我姜饼人十抽就结束啦、啊。哦，你两只哦，抽两只。我十抽中一只、啊，另外一只是等活动那只慢慢把它挖出来就好了。你知道超好笑，活动慢慢挖出来那一只，我是在一般卡池抽到。那你很帅哎、欸。他就说我活都不用干了啦。可是这次活动其实也不干啊，就是你照平常的东西弄一弄，他就给你一堆抽的机会啊，懒懒的。哎，我最近我发现我是所有手游我都懒懒的，惨，完了，怠惰期。对，我是所有同时进入怠惰期，完了。阿基要来吗？不来我走了。哎，找死。阿、啊、进丛林这里都没拿过、
没有啊，这里是哪里啊？怎么会一堆？那个是快速传送吗？它不是有些什么什么向日葵花森林什么鬼，那些有的没的，那些都有啊。向日葵花森林，你是说主世界那快速传送？对啊。哦，那起来没有没有，每个都去过，就是都是要什么才去那边。所以这边绕一圈绕完就一堆了。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冰还是地形那边也是很多啊。哦，我看一下叫什么，就是他自己在找新的冰晶，冰晶平原那边也有不少。影月在到处飞，看到大师球箱就跟我讲，然后我就冲过去捡一下，捡一下。来，等他要不要来捡一下？我要先护蛋，晚点再来一起捡。先护蛋，捡什么东西？哎呦呀！我的背，我的背，我的背被蚂蚁咬一口，对啊。我以为你是你的背又在酸。来，呀，身上满了，我去放一下下。就健身工厂分送。嘿嘿，恶性胶囊。真的听来听起来最喜欢地鼠的鱼。对啊，还有穆海马吧？穆海马是什么？忘记了骂脏话的。原来是骂脏话吗？对。好错了，吉古戴比较可爱。这烛火灵好小只哦，小烛火灵，你要吗？很小、哦，应该不能。啊，搞不好那只是。一抓就超高趴数、哦，烛光灵。哎，现在金冠这么好拿，都觉得懒得去找 IV 高的了。反正就那个嘛，就直接最后就吃金冠，金冠这么多，除非你要孵蛋剂吧？对啊，就变孵蛋，就是之前大家都疯狂玩孵蛋的，现在感觉好像孵蛋好像没什么意义的感觉，就只是为了拿招式。就没了。孵蛋机，来吧，去少一半。妈，你可以用孵蛋孵出可爱的mini Q。mini Q。mini Q。可是哪里可以碰到你？啊？是黄昏或是白天？黄昏或是清晨的某个地方，这么难哦。对，日落或清晨，但那个时间超短。我靠，好难哦。然后被你孵到，你要多气吗？那是找了好几天呢，真的是好几天呢。你有抓到，就是你有碰到？有碰到两次，两次都是被那刚好伺服器在清那个边缘宝可梦清掉。因为他既喜欢那个啦，他喜欢直接丢球。然后后面最后要清掉前，他要进战斗卡住他的时候没按好，就没丢到，对啊，就跑掉没动掉。你有了，你可以无情孵蛋了。很瘦哎、欸。怎样？哦，那个关键是孤帕鲁翁。刚格斗加加，对，他就要去打嘛哈，对，哎、欸、不见了，来看而已的，哎、哦，不一样，哇，看一眼他就不见了，犹豫的，那你可以传来拿大师球了，好，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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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我也觉得还好，没有到 QQ。只想说抓到我可以给阿汪。但是刚跟林毛就会哭死。阿汪有格斗。嗯，阿汪格斗啊。那就可以搞。这样阿汪就可以少奋斗一点了。嗯哼，他可以不想努力一下。来吧，无极背心，怎么都是这些？想不是要抓一只另一只会飞的宝可梦，我这个热气球慢慢飘，真是飘很慢。来吧，它的飞行是怎么样？逐渐往上飘，就是慢慢飞。看一下，也是很快啊，就有闲情逸致一点啊。跟我洛奇亚飞行方式应该是一样的啊。哦，过上一次你们洛奇亚没跟到，呜呜。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们是开台的时候吧？好像是对吧、啊？就刚好你们刚好四个、啊。哦，对。没关系，我现在有哥哥。哥哥，还是我那个铃铛给团团你要。铃铛是啥？他好像是在清晨或是黄昏的时候，他有机会会响。响了之后就会有出洛奇亚，好像是这样吧？可以是要带在谁身上？就自己挂着，或是放在家挂着，放在家里挂着。哦，好像可以哦。因为我现在竟然有洛奇亚那个铃铛，我就用不到了。嗯，你那个是打到的。对。而且它那个铃铛的话是，它是要在家里才听到。就是你要挂在家这样。对，就是只说要挂着，但是我还没听过它响。然后你就抓到了。对。因为那时候就刚好看到集聚洞，然后哦哟，洛奇亚大师兄直接上了。哎、欸，对耶，你们集聚之前不是有个道具是可以直接让集聚洞有光束？你们那个都用掉了？还没啊？许愿石吗？对啊，对啊，还没。我也都留。刚刚在早一点的时候有跟那个杰克一起打哦，大连续狩猎，感觉连那个什么。累积多一点就可以一次开台，就全部都在困在，就是手在动情。阿吉不用离开。阿吉来，两个小时。哎，气可以做啥？气呀、啊，就是矿物。哎，来，你有。装 JEI 可以用 JEI 查查，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没有特别写，我打个系进去，然后他就只有原矿了。好的，天哪！坠机啦！来，后地穴，就是后地穴。哎，哇，这里有
这么近又一颗，来。这是怎样？这里又一颗。好亏。连续再来一颗。兔兔头盔，很赞。这里有只大家伙，大家伙，走过去，他把裤子脱下来。哦，别，可以啊，会被告，直接咔嚓哦，哦。阿基，哎、欸，哦，欸、旁边有人丢了东西耶，恶心，旁边丢了一个力量束带，哔宝哔，对啊，你之前你也是拿这么多了，然后应该至少有一两颗了吧？啊，我做你做我刚刚吗？我说像你这样带我打拿这么多颗了，就你自己的刚刚应该你应该会有一两颗了吧？我刚带你这样子拿还没拿到啊？那真的就是你之前运气太好。对啊，快进来，好爽。所以里面应该很多只神兽了吧？两只。目前两只洛奇亚跟闪，洛奇亚跟闪电鸟都是集聚洞里面抓出来的。哦，每个东西3%，也就是说33/1的几率会拿到大师球，然后你就是拿到那一个。哇哦！起来，所以哈基目前只有保底的一颗，那个还是打那个打赢的，就是打那个奇怪的鲤鱼王。对。红线，快起来！来，膏药。我被打了，抓起来，抓起来！啊，喇叭啄鸟。喇叭。杰克可以看 DC 吗？我就撕你！你我的任务不会动，不会跑。对，感觉真的应该要多解每日任务哎，赚钱钱。嗯。都没在，现在都只有领每日任务的奖励而已。真的，都没解，就跟你们钱差好多。我也都没在解。啊，是啊、哦，我以为你有在解。没有，我前两天就是在找，我昨天就是在找那个、啊，找那个训练修补啊，哈基。就找了一整天啦、啊，然后在之前就是到处的练等啊，打积聚洞啊。嗯，都没在接任务。六代学习装置，有个六代。嗯，有新生的就很好。力量头戴，你真的很多哎、欸。这边几乎每一个都是哎、欸，对啊，来，空白招式七，
来。古代装置，我卖东西卖到断线了。对啊，我想说你怎么自己离开了？我在卖东西，他不能这样对我。什么东西啊？车轮球。来来买来买买买，我跟音乐不是不音乐，跟小妖讲的一步来讲，因为不同爸妈生的社会几率是更高。你要弄社会一步？没有啊，社会金圈二啊。哦，那反正就是一样嘛，像刚讲的都是金冠就好了，可是就是。买来玩，有买一个就养一个不同颜色的，对吧、啊？就是说养一只真的是个体只，就可以拿来生小孩子。来买第六世代哇！当不要第六世代的时候，第六世代就一直来，嘻嘻，对啊。他之后来讲哦，不要大师球，不要大师球，不要大师球。好吧，既然你不要，然后他真的就不给你。来，他说好吧，你不要，那就算了，本来想说要给你的。啊，超音波，你下去。天空中丢垃圾，结果菜自己又捡起来了。来，杰哥是在自己的电脑开伺服器吗？是吧？虚拟主机，哎，要温到底是，因为想说它好像越来越卡了，是不是电脑要重开一下？所以是虚、欸，可是再过一个多小时，不是就要它就会重？我想说是整台电脑重开这样子、哦，会不会好一点？还是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散落不同的地方，也有可能我在跑图，因为我在跑图。哦、啊，就是因为你们找大师球一个嘛，就一个方向，然后发发一个方向。发发你会飞了对不对？对，我会飞。那你飞慢一点。那发发应该是现在不是在？我在打棋具。哦，你在飞，我以为你刚刚还是一样在挖矿。没有，我去棋具一下。没事没事。拿人带来，打住。这个力量负重。花舞鸟看起来好可爱，抓它。来，我快到了，我看到你了。人，水滴。哎，找不到，不找了，我要回去了。这波，你要相信挖矿理论。说不定再挖一颗就找到了，再挖一颗就中了。哦，等等，我已经有一颗大师球了。我这颗我还没抓神兽，这颗够了，可以了，我满足了。啊你想抓哪只啊？他只是想要新啊。哎，幽灵，我知道那个啦，传说的，然后又是幽灵的，传说宝可梦幽灵。看一下啊，
想来孵个蛋，跑一下光遇。哦，奇拉蒂娜很潮哎、欸，很帅啊，很帅呢、欸。遇到再说，反正有一颗遇到再说，不会同时遇到两个的。六只脚，我不会同时遇到两个的。我觉得很帅，是因为他下面一大堆骷髅头，不是六只脚。他是我 Pokemon Go 第一的第一神兽。哦，这里有五分电器，不知道怎么样打吗？啊？哦哦，还有马夏多。啊？六代学习装置已经多了三个了，我们要看有没有三个新生，你就可以发给。哎，草系神兽有这么多？碱系和碱系，通常火水草就是基础的，对，火水草雷都会有，那再也是就是混到飞行这样。减一哦，电系减一，电系减一，五星电系减一。哦，等一下，没人去，我来。啊，你们去，你们去。哥哥，哥哥来了，太无耻了，先用神兽。可是哥哥只有五十级的。对，妹妹现在在蚂蚁身上，哥哥在疼的那边。这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不单纯。可能那两个原本在孤儿院，一个给团团收养，一个给蚂蚁收养。分开了。嗯，对。他现在叫拉蒂欧斯斯感冒胶囊。感冒胶囊，赞欸，看起来蛮像的。对啊，的确蛮像的，蓝色的。说飞高一点，有时候的确。的确啦。啊，这个宝可梦真的就像妈妈鳗鱼，我以为是没有缺点的那个，哪个没有缺点？谁没有缺点？长耳兔吗？对啊，点子。我咽不倒哦，我踢你下巴。那小他的长牙猪好可爱，好漂亮哦。你是说小山猪？它进化了、啊，它名装机改。这只色尾是难得，我觉得好看的、欸。嗯，全身金毛。对啊，三地鼠的色尾真的有够恶心。天界之敌，哦耶！哎，棒！嗯，有吸到鱼吗？没有。什么羽毛？你说普通的羽毛吗？啊、我给你。有一个红色之羽跑在我身上、欸，哎，哦，那是。红色之羽，想说奇怪，我刚刚明明就没有手势上多那个东西。火把真的是，火把现在真的是过多，超好笑。对，可以带两只阿尔宙斯，可是。你看，如果幽灵塔那边，嗯，五星的，然后有也应该是雌，我帮你看看，跟龙，帮你看看，看神兽，神兽，珍珠，珍珠，你们去吧，我没有大师球，不是钻石，钻石，钻石的，钻石的，没有正，看你们谁，好多，
是神兽哦，神兽，你大，反正没大，蒂亚卢卡啦，哦，月月要不要来？这哎、欸，要吃哦，不是哦，月月是飞，月月是飞行啊，对啊，那个那应该不能，蚂蚁吧，龙系，对啊，你问蚂蚁，卡一下，我卡这边，好啊。蚂蚁你要吗？有龙宝可吗？然后他又抓到，不管啦，他又抓到，哇，我不玩这款，我去孵蛋，我去孵蛋，我去复制蒂亚卢卡出来，玩的是不同的游戏耶，欧洲账号。异动有异动开了对不对？我记得杰克有说异动重新打开了。异动就只异动啊，好像早上哈基有去玩过。哦，你一说那个很像时空之门那个。嗯。蒂亚卢卡用什么打？他什么龙？龙龙钢齿钢格斗有一，哇，盾超厚。龙心死了！哇，龙打妹妹，妹妹倒了，妹妹倒了，哥哥们就很心痛。哥哥没感应到，完蛋了，也果然是捡来的。我操，交给你了，我操！我操，打了他不痛啊！看，不是很有效，我抱歉。哇！好像用那个呢，阿尔宙斯打比较有效。你说杰克那只哦？对呀。阿尔宙后面是辛德伊鲁吗？那是斯巴拉西。斯巴拉西。为什么是斯巴拉西？阿尔宙斯巴拉西。阿尔宙斯巴拉西、啊。你也可以拉蒂亚斯巴拉西啊。对啊。我也觉得斯巴拉西还不错哎、欸。对不对？哇，又有盾了。我觉得我在混哎、欸，我打不透。你看，这不是很有效。我帮你拍手。拍手。拍手。第四，哎、欸、哎、欸，他快要嗝了，完了！啊，他是不是没有给他吃什么几句话糖？哎、欸，对，拉蒂亚斯算是神兽吗？因为他是有性别的、欸，可他就有分哥哥妹妹这样。对啊，那怎么知道他是哥哥还是？蓝色是哥哥啊。那应该就是有吧，可是他的出场算是神兽的出场啊。对啊，我们是不是快没有了？幻之宝可梦，幻之，你是说女生都有30公分那个幻之啊？怎么听起来很恐怖啊？幻之宝可梦，好恐怖哦！所以发发你有对不对？嗯，你有30公分，这个不好说。我知道小雨是300公分啊。为什么、啊、小雨？那时候他放出他的猴精王啊。我就跟他讲说，你快跟他们说，你以为我说300公分是在开玩笑的吗？那我可能应该只有15而已，要给他减半一下，因为我现在有点使不出力，我只能打出不是很有效的炸弹。有可能会输哦，我觉得会哦。有哎、欸，
他打雅思就输了。哎，是啦。Nice。海森铃铛哎。等下我要用什么大师球还是豪华球？没有大师球。爆了。然后结果你就中了。哎，没有，第一下就摇爆了。大家的东西都喷在这里了，身上都是满的。快点，麻衣，你有没有抓到麻衣？讲话。我要检查你的名片喽。黄黑比较强。对，小黑炭来乱。居然直接检查你有没有？他身上是没有啦，太久了。我看一下他的电脑，应该会现在应该都是直接送电脑进去了。我希望不要有，太混太坏了。有吗？多揍他一拳。有吗？有吗？这里有机缘哦，诚实回答。机缘已经在看了，零啊，零，哇，那边 OK OK 啊，机缘的检查结果也是零吗？嗯，我阴性，我来看一下，我看一下，阴性。哦，蚂蚁还没丢球，他太害怕，是不是太想要了？你怎么在这边欺负这一只小金雀？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只宝可梦，他的电脑里面有。很好，要被发现了，赶快扔掉。最好那么快啦！啊，GN正在扫描你的电脑，你监测到危害。我还以为招式机很少，没想到这么多。杰克有 bug， 什么 bug？ 我不知道是 bug 啦，因为我拿到第二个鞘翅任务给的鞘翅，跟还有打火机，还有那个黑曜石。对，他任务就是重复给。哦、oh, ，那，好的，等，他就是过了一个时辰，他爽刷任务，他就刷给你，啊，刷什么我也不知道。哦、oh. oh, ，好的。那就好。有还需要福特替换的招式机吗？刚好输掉。这是什么不玩？昨天有人说我可以学咬碎，然后大不行。福特替换是打了一拳就绕跑那种，换鼻子是不是？对对，就是你通常不是要直接换只吗？嗯，那福特替换它就是换只再加打人。又是幻肢，你看幻肢多恐怖，像蛮强的。只是看你的宝可梦能不能学，因为它制作要使用100次啊。哦，跟点到为止一样。我的聚宝弓也是。啊，三点了。我磁铁。磁铁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哦，他有，我这边有了，有缺的给你拿。我把它放那个外面那个箱。嗯，哦，跟他自己一样功德箱吗？对啊，都把东西丢在他那。所以反正你的那个闪电加了闪电鸟，那个是你打完柱子他就变任务啊？我直接接到欸，接到啊，没有叫你刷柱子什么的。嗯，没有。我接起来就是叫我说什么加热什么鬼东西那个任务，然后他的任务要求就是叫你打一只诅咒的什么的。嗯，我没有什么你之前讲的说什么要去收集，
我都是闪电鸟传说，是他要我刷，就是拿珠子，然后变成雷气珠，然后要我再把它刷满。哦，你铃铛要怎么在家里？挂在那个啊，挂着的。我有一个海参铃铛跟一个铜。嘿，这就是我们昨天在聊的。你这两个挂太近的话，一颗响了，另外一颗会爆掉。哦。我觉得铃铛很好看。啊，今天回家就看到，哎，铃铛怎么全碎了？嗯哼。我觉得我不会回家，我不会发现，因为我根本不回家，挂在夜衣布旁边。哎，可是要怎么挂？对，你会放那个吗？钟，那一块那个钟，哦，说明家那个钟，你就挂在天花板上。啊，要挂在天花板哦，啊，那我挂地下。地下室完全没风。那时候给我个信号，铃铃铃铃铃。Give me a sign。五级五级。我这边有透明的，那我去挂一个给团团。团团挂了吗？可以挂，但是不要挂太近。观众昨天有说，多近我不知道。你挂了吗？你假的吗？你挂了吗？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挂什么？我刚刚没听到。透明铃铛吗？还是你要那个贝壳还是透明？你好，我被你拉一袋白金宝石，或是拿掉都会改变外形。哇 哦， 哦，这就是铃铛吗？这个铃铛响，铃铛响不是啦，那个只是宝石宝可梦啦。你去看你去看影月家的窗户。哦，我收起来了，现在没有。哦，有，我已经挂一个了。这要怎么那个、啊？就是挂天花板，然后就一个铃铛。你们这是模组吗？是。我有哎、欸，对，没事，我离你家很远，应该不会跟你冲。这样挂起来很像神社哎、欸，挂在门口上方。啊、然后你还要有一个那个绳子，绳，然后铃铃铃，铃铃铃，有人洗衣服吗？好喽，铃铃铃铃铃，我会记得去。哦，你的宝可梦好喽。啊，忘记了，啊，对不起。结束了，去送火。继续孵蛋喽。嗯，我底气的几率是不是太高啦？我收集十双可以换。我厚底气就要14双啊！超厚底气，超厚。你变增高点了。对，你的宝可梦看起来会比一般人还要高哦。如果刚才那个神兽，我们是不是该我是不是刚应该要记一个点，这样之后就可以去那边？没有随机的哦，神兽是都随机的，因为那个池子不一定喷出是神兽啊。对啊，对啊，可能喷出你爱的，就是它那个地形是什么，它所有的都会在那边生。你也可以去一些花花草地方啊，可能会有那个菊草叶。
先去观察一下。嗯嗯。你们看这画面会不会晕啊？突然发现好像这样子怪你们会很晕欸。还好。那种哎、欸，草草鱼，哇，他们刚刚好像有说什么在神庙旁边可以召唤出神兽。神庙？你说 NPC 吗？哦、不知道。他说神殿吧？哦，神殿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有些神殿啊。啊，神殿是要在主世界才能找得到。我有在主世界遇到一个神殿，你靠近的话，它会有个很亮的色的光。如果你有开那个没关的话，那你要找什么神殿吧？没有，我
我只是今天 有看到有人说可以去神殿打打东西，还是不知道神殿里面有什么。神殿有好几种啊。哦。哇，完了，我的荷叶，我才带一片。没有解药。我要捡到它。哦哟，驼背驼背。看到很多荷叶，我要去把它采。嗯？哎、欸，卖宝贝球的商人不见了。对啊，为什么不在？嗯，我走错间了。前面那一个商人，对，在前面那个。你看到那个是卖钥匙的吗？还是钥匙的啊？你找前面那两个人。两个人，粉，紫色头发的。哦。我点点看。有了，有了，有了。那请问，徽章是跟哪一个人换？有一个什么转蛋保底，不不不不那个。转蛋保底，不不不不，好。要村民，这一般的村民。改成色尾。把鸡鸡剪掉。好了，他动完手术了。啊！你把它结扎了？我把它结扎了，不是结扎，把它变性。哦好好。粉红色兔兔当然要母的啊。然后你把它截了、啊，你太狠了。你要看吗？哎、欸，可是为什么要有结扎系统啊？有些就是喜欢女的啊。啊？是吧？结扎有不同意思，一个哦结扎，抱歉。为什么要结扎？就假如在一些其他宝可梦伺服器的话，如果你有其他类似五 V 的在。市场上流动，他可以拿去敷，就是跟你抢生意啦。哦，他也可以拿这只东西来敷，所以才要先结扎再卖掉。哦，了解哦，就是不让他能在其他地方恶意繁殖。对对对对对对。哦，对呀，垄断市场，很棒哎。商业，所以才会有计划，才会去做这个结扎的那个系统。阿进，阿进蛋好了。我卡里马西蛋，你的蛋好了。哦，好。你的蛋好了。
破31只，好，多单。哦，我打1000只宝可梦了，好狠哦！好狠哦！你很勇哦！啊，高克里。好。没有嘛？我说我要做我的高克里。我发现用那个跑步机跑超快扑出来嘞、啊！我昨天在床上躺几一下子，然后想说看一下敷好了没，因为一直睡不着。然后结果一起来那个又敷出来嘞，好猛哦！会不会因为这款游戏结果发现睡眠不足？哦，有一滴，再一弹，再一次，再敷一颗。一个，他又好了。等一下不行的话，再起来。六米，他快好了，他快好了。你们刚刚在讲那个做那是睡眠的关系，对不对？哥哥，啊、哥哥，他遇到哥哥了。没有啊，他看到我在被野生小粉红打，看到哥哥了。哥哥，我哥哥一直长这样。我哥哥都被别人抓走了。哥哥不爱他。没有，刚刚有没有讲到那个就是睡不好的歌？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梦到一个白痴。嗯，我今天梦到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就一样在玩宝可梦是不是？然后呢，杰克就突然很生气的凶他说：“啊，你干嘛这样做？”不不不不不，然后就开始骂他。然后我就醒来了。我骂谁啊？你会骂的，我认识的只有一个了、欸。哎，我那个你骂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就是现在是我在记忆中是很模糊的黑影这样。超白痴，然后我就醒了，然后是什么鬼梦，然后我就继续去睡。杰克不要生气啦，抱歉啦，我不把事务先弄爆的了，抱歉。爸爸来，对不起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不起啦，事务先弄爆我不应该啦。怎么用？你怎么可以用出皮卡丘全员？对啊。那我就哦，好，我去。好，请。哎呦，差点摔下去！我任务卡住了哦，任务系统很烂呢。哎、欸，你们偷我吗？还有吗？没人哈，出发喽 ！I'm OK. I'm OK. I'm OK.早安。对呀、啊，林真很可爱，很爱。他就是 emoji 的笑脸。对。真假的，我把它抓起来 emoji。可爱。用刀啊！他怎么那么狠？啊，我哪会无代志？交给我处理啦。效果绝佳。那个伊布在嘞，为什么的也在闪亮亮？我刚结扎，我刚刚就是就没有，我刚刚就是把它变色尾啊，色尾就是粉红色啊。哦，真的哎，对不对、哦、啊？它比较适合粉红色跟女生，对不对？比较好看。有吗？你性别歧视？哦，没有啊。男生也可以粉红色啊。可以啊，可是我喜欢的是女的粉红色啊，我没说男生不行啊，我也喜欢粉红色啊。OK， 哎、欸，怎么啦？哦，没事，我看到他，想说他怎么跳一堆奇怪，哎、欸，我要收他。你要收了他？红色很棒啊！哇！好。
我接那里好了。宝可梦。什么东西？为什么他的是什么？可是铃铛响是我只能在家听的才能听到，对不对？不是铃铛，不是铃铛，铃铛响了吗？还是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而已。对，你要在家里附近才会听到那个吧？铃铛的声音，铃铛的声音。然后铃铛响是一只宝可梦的名字哦，他会一直跟你讲啾咪，他会讲啾咪，啾咪，超吵，他超级吵，啾咪，你很喜欢。对，我很喜欢，有第一只就选它。啾咪，啾咪，所以因为他一直念啾咪，所以你才选他的。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很小只，很可爱，结果殊不知他前期超废。你看哦，他是超能力系的哦，他前面只会绑人，没了。啾咪，他真的跟你在啾咪啊？他绑起来说啾咪，哎呦。等到之后喜欢女朋友是在旁边一直喊啾咪啾咪，那我可能会去把他推开。怎么那么残忍？你怎么可以推我啾咪？好恐怖，太可怕了，好偷袭。好，这只。鲁烂熊的最初德文熊，交出你的钱。哎、欸、被烧死了，烧死，被铃铛烧死，你怎么想不开？就挖矿挖石头挖一挖，脚下就变岩浆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哇，哦，幸运三太强了。对，啊，幸运三不是效率十二吗？啊，效率十二，效率十二了，效率十二哦。没有，昨天我们的。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而且隐约昨天又中乐透，昨天隐约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欧了？今天他也很强啊！加上今天大师球几张，你看看啊！对耶，隐约你等下去买个乐透啦！真的，如果可以这样子就财富自由，我也想啊！买个乐透有机会啊！有没有买个一张会中就会中，不用买太多。对，张会中是会中。其实我每个礼拜都有买啊。啊、哦，真的假的啊？啊你是就刚好出去就买个一张这样？就有时候会出去外面买便当什么的、啊、就买。哎、欸，那也可以，以后出去也来一下，可以张。我们后巷就两家彩券行啊。对啊。然后买到之后就都死架的，一直都没中。反正没中就装做公益嘛。对啊，也是啦，他是做公益彩券。反正就是不要入，不要沉迷，不要买太多，就是一次就是只买一张。对，就是有买有机会，至少有个那一咪咪一点点机会。对啊，0.00000几趴。那你们是电脑选号还是自己写？我自己去买都是电脑选号、欸，哎，我也是电脑选号，因为自己写的都不会中。我妈那时候很过分哎、欸，你帮我写六个号码，好写完了啊，那个电脑选号可不可以这六个以外的数字都不要？靠背，好难过。
原来、欸、可是我曾经差点中哎、欸，就是中我中五个号码，但是我没有签，我自己写在纸上啊。对，就是那时候小，我就是国小那时候刚出来，然后新闻每天八点都会报啊。那时候我就是无聊，想到七点五十几的时候啊，在看乐透，我就旁边就写六个号码，中了五个。哇，五个的话是几奖？几百万吧，六几百万吧。好像也有几百万。那个你们到主世界的那个 NPC 那边看有没有射击之心？我刚刚接到一个射击之心的。哈？那个啦，解极具手环的任务。极具手环的任务，我刚刚去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不是哦？主世界吗？嗯。主世界的那个阿贝那边一二楼都看看，村民跟他聊聊天，看有没有射击之心。因为那个是很随机，很随机的。我刚刚是接到了啦，恭喜！然后我刚刚又刷了一颗雷气珠，哦天哪！恭喜！嗯，可是我应该是没有要抓第二只啦。哦，你可以帮我击败250只。哦，不是那个不要，那个不要接，那个不要接。那个是什么什么 SPC 底线 T？ 底线 T 对不对？那个 bug， 不要接哦。安抚之灵，哎呦，商店那边吗？对，二楼。对，可以看看。快速传送商店。那不是商店，不是商店，在一样在阿贝那边的二楼。主世界商店，刀士机。要不要把那个刀士机全部移去商店啊？你都移去商店的也是可以啦。直接统一方地方就好了。我跟你讲，杰克这样子设计是要我们去逛他的主世界的世界。哦、对。哦，周杰，每一个地方我都塞一点，都塞一点。这样子，不然我跟你说，哎，你要买球，你要到那个雪山上面买哦。你要买周世纪，你要到那个闪电鸟的遗迹那边哦。我太难了。补血吗？补血到地底啊，地底那个 Y 零零那边。哇。你要孵蛋，你要跑到那个杰克博士那里哦。太远了吧！你要先游泳，然后再飞起来。我还没去看过杰克博士、欸、那个可以不用去了啦，只是那个地方很有趣啊，那个地方很有趣。你看吧，有去过的应该都会想要骂我吧？什么啊？嗯，不好找啊。对，很凶。你那个要飞要会潜哦，你要先潜水，然后再飞天。那个原本是拿来干嘛？那边就只是一个原本是一个造景而已啊。哦，然后我是觉得那边好像很好藏东西，我就把人物藏在那里。很好藏东西。没有，这个就是要让他们去找杰克在哪里。对啊，然后就可以跟他拍照。你知道那个地方还很过分哦，因为他好像墙壁另一边还有另一个峡谷。嗯，然后因为他们有些会开雷达的东西，可以找 NPC。嗯，不是我们这个雷达啦，另一个。嗯。然后他就可以看到 NPC 在哪里，但是他们都隔着一面墙。然后都不知道怎么过去哦，小坏坏，然后又不能挖开，因为是冒险模式。对，坏。NPC 只有到二楼而已吗？对，到二楼而已。哦，跟那个我们自己村庄的那个小房子那边，就两个地方。把这只孵到什么嘞？那原本的设计之心动物呢？有问题。原本设计师之心，因为我之前写的那个语法，他现在已经改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拿他原版的，他会自动分配给村民们。哦，所以那原本旧的把它放弃掉，旧的版本我把它拿掉了。嗯。哦，那动物就把它放弃掉。应该没有了吧？我的还在、欸，我那时候把你把它弄拔掉。那旧的你就先就放弃掉吧。那不能放弃耶、欸。那我帮你们。我是那时候点两下之后，它卡了一下之后，后面才不见。我的放弃是灰色的叉叉，不能插，不能按掉。我好像是要抓宝可梦的任务了。所以它有消除没错吧？哎、欸，它就是你打了九十几只，然后有消除吧？你是说打跟抓是分开吗？对对对对。啊？那我还没打完呢、欸。就记得是它是一行一行消失啦。好，如果正常设计的话，我回家连锁。
新机球，我们新机球大使今天去接女儿。收集一些球服啊，有什么击败五种不同宝可梦？因为你的任务应该消失了吧？我看一下啊，啊对，收集之心没了。有跟 NPC 碰碰看了，我碰两天才碰到。你想进入水面吗？哦，那个会到潜水世界，淹死世界。没事，我。哦好。造访地狱，好，他可以。现在地狱也还要跟 NPC 讲话、啊，然后说：“哦，你去帮我逛一下地狱啊，回来再找我，我给你黑钥匙。”对，哇，你能找到传说中的据点吗？然后告诉我，五星之源，哎、欸，五星快龙，快龙我来了，187，快龙我也来了。然后算那个宝可梦击败几只，我都用那个闪电鸟或什么的珠子去算，也还会记录说你打几只了。啊，算了。哎，对呢，属性招式是克超能力还是克妖精？忘了。而且你知道他预设的任务啊很过分，他就是写代码，然后他都从那个文本里面去取资料。你看他可能就是什么 talk A talk B talk C， 然后你要到他的那个文本里面找他讲个什么，他就找 ABC 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他这样子做可能他是因为那个啦，有可能不同国家玩这个模组的时候他要做翻译。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是我姐，我也是这样写，没错的。就是去取那个语言。要写有时候指令什么的。可能说附近周围超过五个人，我就不会写说这个数字大于五，我会写说大于某个参数，然后后面前面再先设定一个参数是等于五，所以我之后只要改那个参数就好了。嗯，类似这种概念，之后要做调整比较好调整，写的比较广啦。对，有往后想。没有带精灵球，还敢不带啊？尴尬喽！三抓到了，耶、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孵快龙？
不快龙，快龙啊，两只飞行器，两只公的可以啦。啊、没有没有没事，一公一母，一公一母，没事没事。四十一。意念球是捕捉宝可梦时会有红色粒子效果，那是之后放出来都是红色效果吗？纪念球吗？纪念，对，有会，唯一一个丢球有特效的。哦，所以就是纪念球、啊。对，它只有那颗球目前有唯一有特效的。很偏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记得你那个徽章可以改球嘛？那是不是可以改纪念球？但是那个改球是随机的。哦，你又要改成同一个的几率有多高呢？你就是点一下随机一个，点一下随机一个，点一下随机一个。太狠了！他又找到一个五星，怎么回事？这是啥？又一只五星，不到了。这只是。是神兽吗？啊，什么龙的？找什么龙的？那不是神兽，找什么的吧？还找得着？毒龙，毒跟龙。哦，人家说打开那个鸡那个无极太阳，应该是毒藻龙啊，毒藻龙。对，他怕冰，岩石妖精龙，地面啊。那网站应该很方便吧？好用，超好用。这个网站，就我之前丢的一个那个相克属性。妹妹还敢不补啊，妹妹？就你只要点对方的属性，你就知道对方克什么了。点一点就可以，边打。嗯，另外我想来点这个吗？我刚刚按什么技能？我没看到我按什么。你的孩子。完了，不能取消吗？他 ESC 对 ESC ESC 不行啊，他已经点下去了。哦，你点下去了。不行，好像选下去了。好，攻击就。然后他在叙述的时候，他也会写你按的哪一招。我刚点下去，他结束之后，我看广深看看回来，我刚点了什么技能？哇。催眠术，你想睡他？还有，哎，刚如果睡的话，那是蛮赞的。这一只哎，你想睡他？太瘦了，不喜欢。对他太瘦了，太纤细了。对，他还很薄，会断掉。什么东西？你好，可以给我打个招呼吗？我要打招呼。招呼。没有要打个招呼啊。对啊，你可以个招呼。对啊，个招呼啊，打个。个招呼。要个招呼吗？我觉得招呼就好了。召唤一只僵尸叫做个招呼，打他。打他。不要，不是说叫可不可以给他打个招呼？好烦。打他。超能力哦，这网站是这样看的，对，好用哦。所以上面选完就是对方属性，对，然后下面会看他打几，就是挑了个很二乘四的去打他。你可以用草系打他，会变四分之一哦。他把你磕烂哦。麻衣是不是不知道要狂点花鼠？我觉得是跟他打，跟他打都特别久。特跑下一行文字，特跳跑下一行文字。对，我有跟他讲啊，他说好。哦，你是说那个文字在跑的时候吗？对，可以狂点，花鼠点会比较快。哦，狂点他就会，就是直接略过他的特效什么的。
你不会略过特效，就只是特效跟特效的重叠，就不会等到这个特效的完下一个才出来。嗯，好了，好了，没了。我用个高级球就好了，就靠塞啊，丢得到就丢得到，丢不到就算了。对啊，你看随便有人随随便便就抓到妹妹了，对不对？对啊，有人随随便便白色狮子就抓到了、啊，还普通球，阿旺，阿旺这太扯。哦，你说那个塑胶的哦？对对对，很扯哎、欸。普通球哎、欸，会中就是会中啊。啊，随便啦、啊，白色的球抓到了，哇靠！机会不属于我，真无情，真的。多了几句糖果也不能拿去卖。嗯，然后多了一堆，然后拿去卖商人，商人不收。你可以稍微改一下就收了。可以改一下那个王冠啦，糖果几句糖果啦，也是可以啊。反正招到输转蛋了，然后开始没钱了。我、啊、现在在存钱。团不在吗？有人叫我吗？哦、对，你有歌德小桶吗？没有。你要吗？好啊。好啊。批评你吗？哎、欸，好啊，我把他叫出来。歌德，嗨。等我一下哦。歌德是我知道那个歌德吗？对对对。嗯，真的假的？所以他长黑白黑白的，蛮像的。这里 ，Let me see see。哎，竟然拿了一只帕奇利兹来跟我换快龙，发生。嗯，懂得会说那是白色恶魔哎、欸。他正面不能看，正面不行，是被杀，他是被杀。背后看见，然后正面，蛮可爱的，蛮、可爱的，对。我孵出来的。哦，它的数值。我来继续孵一下。感觉双百变怪蛮好玩的，我也很好玩啊。啊，可是我这边幽灵系的不能跟一般系的混养。这个是要地毯，那个是要羊毛。奇怪的，同样都是羊毛材质的，为什么不行？奇怪。就像人吃小辣不能吃大辣，都是辣啊，反正都会跑厕所啊。啊，可是我最讨厌吃的是那个麻、欸，麻咦？哦，你说麻奶锅吗？没有，麻奶锅还能接受，因为它的奶会有点综合掉它的辣，就是太麻的，我觉得很不爽。哎、欸，可是有一些人吃辣是喜欢吃那个麻麻的感觉。对啊，我觉得他们好奇怪哦。喂，你怎么可以这样？有一些是这样你要跟那个，你要跟泽平打架了。真假的？泽平是谁？喜欢妈妈的感觉。啊，他是变态吧？变态吧？哇，你直接讲变态。好凶，好凶，好凶！我孵蛋孵太快，蛋不够深，可恶。但不够深，对啊，就这样，所以要多几台。你有一大堆百变怪，多几台那个叫孵蛋机。这样我在想要往上，对不对？你也可以左右宽啊。你那边位置往上就挖出来了吧？你要往下吧。往下。直接突破地表。嗯。哎、欸，那这样左右宽的话，它就是你的羊毛在旁边再横一格而已啊，还好啊。好像你可以看我家那边啊，你看我们是摆四个摆起，对，那其实场地是共用的，就是重叠没差。嗯，哦，那我去再拿一点毛毯，羊毛，把它装饰成更像是幽灵系的场孵蛋场地才对。那这个地毯感觉很不适合。迷你 Q 的头怎么一直在抽动，好恐怖！
他这不自然抽动哎、欸，真的好可爱哦、喔。我觉得很恐怖哎、欸。他是幽灵呢、啊，正常。把他配音一下，咔咔咔咔咔咔。我靠，那个很像那种鬼娃娃被附身。对啊，很像啊，鬼娃娃被附身。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看那个做那个甜点的实境秀太多，我觉得 Mini Q 外表好像一层翻糖。翻糖，像。你是不是想吃它？哎、欸，我是真的很想吃 Mini Q 哦。不是啦，要吸我。他要吃 Mini Q。迷你 Q 也太恐怖了，要修哦。那你吃完跟我讲个心得好不好？我吃完搞不好就升天了。哦，你说好吃到升天吗？哇，这么好吃啊！直接被诅咒升天。哎、欸，然后我发现丢球是不是会有彗星一击、啊？对，会有那个一个奇怪的声音，是打人暴击的声音。对，啪。哦，就是那个有闪的时候，好像是必定抓到。你说单纯丢球、哦，不是，就是你抓宝可梦丢球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彗星暴击。啊，是一定要在战斗中吗？还是不用？我现在是在战斗中抓，都有时候会出现。我也是都在战斗中抓才有。哦、啊，我都没看过哎，好衰。你应该抓的不够多。也是啦。哎，不对哦，你知道我昨天的啊四点了。哦，繁星，我跟你说，我昨天，哎、欸，不对，那时候你应该也在吧？嘿、hey ，我昨天巨金怪丢了200多回合啊！啊，对呢，啊都没有，没有，没有，他总共是60+60+多少这样子的？哦，他最是抓了3只，是不是？他丢了200多颗就对了，好扯哦，扯，很难抓吗？他很难抓，那個、抓他是准神准传那个准神兽的，哦，但他不是龙系的。你可以跟发发许愿，他家就付给你了。没有没有，我后来最后有抓到了，最后抓到了。哎、欸，你昨天不在吗？哈记，昨天、啊、我忘记，昨天没有特别注意到啊。因为昨天已经很晚了。嗯。干，我真的觉得我吃麻油鸡会断片，真的是。你昨天的记忆断片哦？就是也不是全忘，就是我会觉得说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所以开始回想说，我昨天怎么躺在床上，然后开始慢慢回忆，才慢慢想起来，感觉好像你做睡觉，然后做梦盖掉你昨天的记忆那种感觉。哦，至少你还记得陨月的大师球啊？啊对啊，啊，陨月大师球好像是比较早一点的，比较晚一点就忘记。嗯，你还没呛的时候。对，因为我记得我昨天说抓到了，然后你说恭喜你。对啊，你有讲恭喜。这是拉长音哦，对啊，可能是已经呛掉了，已经呛掉了，真的是很恐怖。我在昨天想，我是几点睡的？我早上8点起来，我就在想，看我睡几个小时？不对，我昨天是几点睡？不对，我怎么想不起来？嗯，想想算了，不想了，起来抓宝可梦好了。对啊，哎、欸，你要什么属性啊？那个二，哦，哎，太同时欧了吧？两种不同的宝可梦是会生出妈妈的那种种类，妈妈遗传到妈妈、那个宝可梦球也是，所以 mini Q 是公的，你可以先跟百变怪搭、啊，可是百变怪搭要的是一般呐、啊，然后 mini Q 是幽灵，那你就是场地整一半一半，对啊。我就变成再另外再弄一块地出来是是。你可以一开始先当他们克难一点，啊，生比较久一点，至少有一点点爱就好了。对对对，有点爱，可以见证他们的爱情。
然后当圣道母，当圣道母的人就可以破坏他们的爱情了，让他们暧昧期就好了。对，然后就生小孩了，然后远距离爱情。啊，这哪里怪怪的？嗯，怪怪。诶，那一个养孵蛋蛋的那一台叫什么？牧场机，不，拿牧场就有了。对吧？牧场机。哦，要电。要跟我打架吗？借锤一只。是在我家。在你家。好，左下的箱子里。你总觉得我会带在身上。也是啦。对啊。是 BB 鸟耶，怎么了？色尾啊？对，好粉好恶啊！应该是那个啦，干果什么形态的？粉红色形态，上面写粉红色形态。嗯，对啊，好恶啊！你们有多的红石吗？嗯，红石。你看吧，那时候你不做，你不挖，没想到啊，想不到吧？昨天传来的丢一个粉在我房，在我水池，没有，那泡澡粉，那是泡澡粉。哦呦喂，我偷拿喽，阿七谢谢。你要借一下，借一下，然后不会还的那种，会还再跟你说。会还会跟你说，会还会大声说。你刚好讲到泡澡粉，我刚好看到那一段，拜拜。啊，要玻璃再去借一下好了。这铝也不少呢。我很多铝耶。我也很多铝片。我都打那个啊，霍格德马尔啊。Oh. 我们家附近一堆，有时候最多碰到三个。我是铝矿哎，是铝，就是铝呀、啊。我做了，要还要自己慢慢打上去。我在干嘛？我在写任务。我是感觉我已经刷了80几次了，一直还没有。喂，我刚刚击败的我也打了，但是他也没消。我在想说他是不是又出问题了？对。哦，那件的真的是。因为我是确定我打超过了。不然用金冠换手表啦。哇，这假的？金冠很好打哎、欸。哇，很好打。金冠就一个量啊，一个量，然后换一手。哦，代表你有你刷的够努力，好不好？你刷的够努力才可以换这个。红砖是，那是运气问题。没有啦，要、啊、不然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发给你们比较好一点。嗯，不然就是那个啊，不是有一个什么矿石哦，不是也没什么用哦，可以啊。极矿石吗？对啊，极矿石不是没用。爸爸，你是不是要砖头？对啊，没有粘土哎、欸，我以为陶土可以。来，我谢谢。哎、欸，你不是要？哦哦，没事。哎、欸，你这个大礼包你寄不拿来用啊？那个就要当那个纪念仓。那是不是每个人在你家放个纪念仓，你家都不好走路？得不得拆？那我要收个保护费。
送你的会很难过哎。啊，自己拿这个，可是有些会舍不得用啊，有些很少哎，只差个大死球了。人家说组成最后我来组成头部有没有？大师就你自己放。新语法之后都怪怪，以前都没事。有了。哎，那那个模组是要做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模场机组，对不对？机组升级，扩大，这就是像哈基那样子。如果两种不同个那个不同属性都会用到。那我还不要。讲详细一点的话，就是它木桶基础不是你看到九乘九嘛，会有那个白色的框。对。总共80格，然后你每一个你放的东西，你放的是羊毛吗？羊毛好像是加三分，所以你就是80格乘以三，240分。你那个牧场机组那边就是占了240分。那你分数越高，他们的生蛋速度就越快。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扩大，那你是不是可以放更多羊毛？你分数就更高了，更高的话，它生蛋更快。懂意思吗？所以那我要放牧场机。你要看你养什么。因为牧场机组你那个敲掉，他不会还你，升级组件不会还你，牧场机组会在。你升上去的话，把那个敲掉就没了。对啊，就是看你觉得如果升蛋速度不够快的话，你就是把分数弄上去，好像是最高是怎样？是他上面会写说，疯狂的爱着，嗯，疯狂的爱着你。我先问一下，你是要养哪两种属性？没有，我就只要养百变怪了。那你就通通放羊毛就好了。我少一只百变怪。那要陪你去抓吗？有乐捐吗？你们有多的吗？没有。有啦。我随便属性都可以。我不是随便，我随便属性。百变怪也。百变怪就这个属性啊。不是，就是他的那个什么 PP 啊。个性。IV。我不在意。我只是想要靠他收集宝可梦。那你过来我这里。好的。到了吗？对了，蛋姐。我说 TP 我。哦，好。有了，哎、欸，他说不同维度哎、欸。哦，那你来主世界。好了，繁星。哎、欸，宣告，那个设计师还是怪怪的。好的。我等下开一个商店，就是那个极矿石还是多少？那个极矿石吧，看一下。没有，你一来就出现了，快去抓他，快去抓他。哦，他来撞我了。哦，那就好，哦、那我可以走。功成身退。对，我看一下，他是攻打 M。啊，百变怪没有属性的，没有性别。啊，先集一下。他可以是男，可以是女。我、哦、找到了。哇，那我集矿石会不会太少？集矿石那个也很多吧？太小啊。因为我比较少跟你们去打那个、啊。哎、欸、，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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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有意思。他说我要两组，不好意思。好，我去打。认真打。嗯，真打。我说认真打。我认真打。是你是设定两组哈？嗯。好。然后说你那有多的吗？这样我没有，我自己也超少，我这里都直接把它扔掉。M E N U， 商店。哎
有一只猫跟一只马在这里，有只猫在吸大吸马，哎、欸，马猫猫草，吸马大马，我刚刚打，吸猫草，哦，了解，哎、欸，我的硬币不能卖钱了。刚开服务器要等半个小时，半哦，有你有说过，我记得，没想到半小时过这么久，每次要等半年，很酷哎。Bingo， 刷几句宝石喽。哎、欸，跟蚂蚁说飞慢一点。没有，我 RTP 哦。如果你用爆飞，它也飞很快啦。所以集矿石是要做什么？是可以换什么东西？你可以让你的宝可梦变很大。一句话的时候 ，OK， 哦，就是之后你宝可梦可以。集聚化的时候可以让它变比较强、就像我们平时打是打一格盾，集聚化可以打两格盾。哦，我的现在可以打两格盾哎、欸。啊啊！你要想一下呢。啊，等一下呢。你要想一下呢。所以我们没有集聚化吗？你没有集聚化啦。真的吗？集聚化要先拿到手表还是什么的？不是呀，可是我今天还、是因为那个，所以我看起来只想打两格。应该是跟队友一起打，然后。没有，我一个人打，应该是那个，我猜。哦，可能是你显示说就是，对了，应该是那个延迟，对了，然后两个宝可梦同时打下去。对对对。太厉害了，打两个。我说我靠，怎么那么厉害？两格盾哎、欸，好猛哦、喔！是谁啊？然后就是你的队友一句话了，你的队友打下去两个盾。我啊哦，有可能哎、欸。对。如果卡比说要吃糖果，不能吃经验球，索需经验太高了。哎、欸，对耶，这有个道具是不是可以让宝可梦变轻？变轻？让我这只飘飘球，你说气球吗？对啊，变更轻是不是可以飞更快？你那时候气球不是拿去乐捐箱了吗？对啊，没有啊。你昨天还前天登出来的时候啊，我看到气球放在里面，不是那一只啦。哦，对，幽灵系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多少下？娃娃，看脚飞，你说差不多娃娃吗？诅咒娃娃？哦，哦，我跟你说差不多烂娃娃。我 RTP 哦，我得隔一下 ，Sorry。没用的家伙，太过分了！呀呀！五十秒二属性，二怕什么啊？二怕格斗哦，杰克教我说需要被制裁，就是正义需要伸张，对，正义打击犯罪啦，你要用正义的法锤，
了解。所以他算是火箭队了。哦，好可爱哦，来电汪，我要抓给阿汪。可以啦。把钱交出来，人手，从你身上的钱钱。二怕虫格冻妖精，哦，虫，虫妖精，哦，为什么怕虫？一二怕三，知道不是有些坏人很凶，但很怕小蟑螂。这里有一个五星的血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们要来吗？问一下蚂蚁要不要打迷你喽？知道是什么血？比。哎，迪苏包在不在？迪苏不在。要，马上来。这是什么？这是火鼠哎。火鼠？我看是雪。啊？哎。嗯，不一样吗？啊，那是火鼠呢？啊，你看看都不一样。等一下，我贴这个，我看到是这样哎。哎，怎么大鳄鱼？哎，哎，又变冰了。哎，我刚刚一看，我刚刚看就是冰哎。哎，应该是刚好换吧？你是他，我重新点进来又变火了。哦。它是重叠的、啊，哎、欸，两个巢穴在那里，一个，可是有时候你的图案是那样子哎、欸，可是我点进去是我龟头形状，那是大鳄鱼，你们静静看，音乐进来看是什么？我的还是一样哎、欸，音乐没开麦，丁哥。现在是火的、欸、哦哟，火的，为什么、哦、这有两种形态吗？到哎、欸、好，人缺一，五行缺一，好，我来了、okay. 等一下，大便没洗手，没有血了，什么？这是好奇怪哦，他长得好奇怪，妖精吗？看冰用格斗打，我看是什么？我看是这火，我看是冰。对，你看是冰，可是你再重进一次。那我们要一起打打看、啊，还是会出问题？不知道哎、欸，我刚一开始也是冰，可是我现在看又是火了。还是我就走走看啊，打打看啊。好，有翻双打，达摩费费哦，好，你们。还是他是多，他加热的话是冰哦，多数决哦，达摩费费加热是冰，所以他现在是火的哦。哦，这是他两个不同形态啊，一个是加热，一个是他原本形态啊。而且他现在是火形态，所以你可以重进，然后去刷他的要他哪种形态这样子。哦，那跟无壳海兔一样啊，无壳海兔也是这样子的哎、欸。哇，那应该打冰的，我打火是白痴，这不是很有效。啊！哎呦！哎呦！要死了！我操！要下去了！我操！我操！我操！你要下去了，我送你下去好了。我操！滴滴，朱迪，他等下不会打我。被他羞辱，不如被我打下去。啊，不好吧？
所以他不会打我，你看，你看，你看看，没事，好赚。杰拉比的球，收中服，冰系的。哎、欸，北七哦，我差用 GS 球丢他，不收服。收服了，收服了 ，B 系的，我的是火系，抓到是火系哎、欸，我抓到也是火系，我的也是火系，这是谁啊？这是谁？这是谁、啊？错乱错乱，看到包包怎么又被火系？黑加鲁黑加鲁黑加鲁，体验感，羊毛了。闪电一百啦，回家咯。闪电可以喂金冠啦、啊。加热才是冰，在第五代是火。哦，那个什么虫。早王，快点，爸爸，你在早王五星。啊，我不是早王。好，就提给你。就怕死，怕草啊，最怕草的那个，不是啊。哦。是他，你们还要吗？啊、要摆边怪哦。很前二哦，阿纪。我，你们打，我在外羊毛。你们开。哦，好诶、欸，满了满了，团团来了。那杰克那边有百变怪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用救急球舔池塘会出现新雪拉宝宝。哦，我刚刚以为这是百变怪，我听到百变怪就跑过来。他长得像百变怪啊！哦，难怪昨天会说很可惜，就是说要抓的话可以用救急球舔那个寺庙，舔寺庙的雪拉比是新雪拉比。嗯，救急球，对，真的假的？嗯，他们讲的啦，可以之后去试啊。对啊，铃铛一直的，有时候都会拿到啊。哎、欸，嗯，为什么是 GS 球？对，里面变那个了，弹弹跳啊，完了，那没关系，我们打奖励不抓，打奖励就好，打奖励就好。我不要脚王，吉古德吉古吉古德是谁啊？你不喜欢阴谋局怪啊？吉古德是野怪，吉古德是野怪。我刚刚有，我早上那一只有抓到，所以这只应该不会抓，我只是要收藏而已。天哪，我现在没办法收藏啊！你们都一百等哎、欸，我还一直跑走哎、欸，好烦哦、喔！哥哥，感冒胶囊下去了，感冒胶囊，感冒胶囊被毒死了。对。哦、oh, ，所以哥哥是蓝色，妹妹是红色。对，哦，哇，看来这个感冒胶囊不敌病毒。对，他要再去进化了。他可能还要再打第三剂。要笑要加强一点哦。啊，好像真的有点毒，哥哥，补我哥哥。哥哥哦，哥哥可以补吗？我看一下，哎，哥哥有哎，治愈那个什么的。可是为什么不能选你啊？你按下去的。哇，皇上好可爱。他治愈波动只能选那个，只能选对方哎、欸。啊。他没办法选你。没事，我来灭，我来把他打死，喷烂他。哎、欸，好的。啊，抓不到就不抓了。有哎、欸，黄金海，黄金海，皇冠。哦、遇到了吗？我没捡到东西。没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捡到你的东西。你有东西掉吗？我没有啊，我是我刚好满了，不知道，没关系，没关系。哦然后把这只鲤鱼王给戳死。对。哦，回去了。下去，打没打死你？现在只要听到“百变怪”三个字，大家全部都跑过去。百变叫。长得像百变怪的走、啊。我说刚刚杰哥说百变怪，他哪里？等一下就过去。
那集矿石累积好哈，不要乱丢啊。好的，我这边要找到一个棺材，那个剧透棺材吗？对啊，自行的要打吗？没有，我要把它变掉了。我来了，我来了，等我，你等我。这棺材可以拿到什么吗？嗯，我不知道，只是打他们都会有四星的以上都可以加减打。要死神棺吗？对啊。我来了。怎么？你突然想要他了吗？他是幽灵系啊。对，他是幽灵。啊。有人要海生铃铛吗？多一个。是我们说的铃铛啊。对啊，你可以就是。等他爆了之后再摆出来 ，give me a sign。做 UB 就对。对啊。幽灵打幽灵还有加倍。幽灵跟二，我都没有。打又很好打，可是遇到 boss 就是好打，因为我也很好打。说二要十板，我不用十板吧？二周是一开始不就一般系了？对啊。对啊，我是有先天优势。幽灵，跟鬼话连篇，这很搞笑哦！我的没洗手，99等哎、欸，哎呦，快上去了、哦！阿便没洗手，加油！你的猫老大呢？怎么只剩下大便没洗手了？有吗？我看到还是有猫老大、啊。你刚才直接叫他大便没洗手哎、欸，他姓猫老，名叫大便没洗手。啊！按到普通白痴哦，按到一般，就像你的庙挖草，你的庙嘞，对不对？庙是他的姓，挖草是他的名。所以他就是他姓挖名草。我操！我操！帮你抓吗？好啊。收服、哦！他一次给我两个金冠呢！我的天！哇！我的天！爆了！无情！我的天！抓到了！了抓到了！我天，我的天，影月是不是真的很欧啊？对啊，哇操！他进你家有交换机吗？那边有五星黑卢加，可是可以打指令。黑卢加是什么？不是指令 ，P O K E C tape。哦 ，P O K E C tape， 这个黑卢加强吗？黑卢加他是火二。哦、他是二世代的那种火箭队在拿的。对啊，那我要拿给波波。嗯，他很适合。所以我这样，他进拿去。来来来来，这边还有个五星的。嗯，好，等等，我治疗一下。好的，那我继续负担。对对，会很忙的，会一直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敷一下，敷一下。当妈妈很辛苦。不叫吐司，虽然他好像会送，是怎么讲？先让他体验嘛，直接给他神装这样不太好。极矿石，极矿石我卖掉了耶。假的。卖多少？十块，一个十块钱，一个十块钱。我还真的卖掉两组耶！完了。重打了，哇！说好留着的，我被刚刚前一小时拿去卖的，被钱蒙蔽了双眼。十块钱，我想到昨天的小雨，可以用钱转性别哦。哎，今天已经开放用徽章换性别了哦。被钱蒙蔽了双眼。不是哎，你下午才跟我说你花10万。啊！你现在又跟我说，你现在可以用徽章？用徽章？那先怎样？先怎样？阿基要来吗？阿基来啊！来打，来打矿石。哦。哎，没事啊。而且我有收集癖。你现在几个了？我一组多而已。好了吗？有了。好了。我那时候就有听你们说，好像听杰克有说这个之后好像要拿来换东西，我就都没有。其实那个东西原本没作用，没有。那这只是第一个，是第一个凯兹矿石。凯兹矿石那时候是说凯兹矿石。啊、
哇，你好痛哦，嘟嘟好香肠，饿死我！他的小香肠，你每次都不见。好小香肠，这很绕口啊。嘟嘟好小香肠是那个、啊、一个牌子啊，黑条牌的、啊。好小香肠，我最爱吃嘟嘟好。哎、欸，我又卡住了，怎么办？不会等一下蹦出一堆黑乳加啦，不要啊！不是不是，是卡技能，就是他叫我等待值，只是可是我技能没有跳出来。哦欸、我也是哎、欸，我早上也卡这个，现在也卡了。我之前是请稍后哎、欸，我这现在是请稍后。而且说小商场在等你的指示，可是我这边什么东西都没得不能按。哇，我也是。其实他名字，他名字很好取啊，黑乳加倍加棒棒糖。跑跑也不行。我是不是关掉你们就爆掉了？可是要打那个啊 ，Ender Battle。再看，队长打吗？我打吧，试试看喽。不然服务器再炸也不好。啊、哦，可喜可贺，无情我的，我的角色还死掉。哈，真的假的？不是角色啊，我的兔兔死掉了，黑黑乳加巧克力什么？不是七七乳加吗？那是谁？悟空鲫鱼？啊，集聚洞是不是不会加那些冷冽珠的次数啊？应该不会吧？我不知道。你都纯净珠那些东西啊？对啊，我没在用哎、欸。嘻嘻。属性用不到。好像有人真的上，最近看到好长直播，谁麻衣对不对？破坏50个红石矿，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嘎啦嘎啦，想看我召唤二宙斯？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啊！我不要，到底我不要啊！二宙斯，好啦，糟啦，反正大鼻鸟再下去，一直陪我的，再见了。哎、欸，笛子怎么用啊？直接在，他们都直接吹了。哦，直接吹哦。你如果吹不了的话，你到那个创世者之树的上面有一个祭坛，在那边吹。还不会是我刚刚在练等的地方吧？就是那边很多大鼻鸟跟……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那边设坐标。我们那边本来就有坐标了。哦，我不知道，我想说，哦，那边的。
大冰鸟七十几等好香。因为是创世神之书。我怎么要取这么奇怪的名字？你有抓神兽了吗？去 BB 推咯。推啊。好，爸爸。天界之敌发出了响彻云霄的天籁之音。然后嘞，地板有动吧？还是没动？没有哎、欸。那你就去那个好，创世神之书的上面有祭坛。M E N U。哪一个、啊？幻想岛吗？幻想岛里面。对。好。对，结果一模一样，在上面都不对。哦，啊，阿比鸟回来，需要你。这里有那个杰克骑的那只鸟，就是闪电鸟鸟。杰克骑闪电鸟哦。你巢穴？你遇到巢穴？巢穴，对啊，哎、欸，不是洞洞，那个洞，发光的洞。巢穴，巢穴啊，对啊。对对对，闪电鸟穴哦。你有闪电鸟穴啊？对呀、啊。应该是没错，五星的。不同，没有交换机。小雨家不是有啊？你们好缺吗？目前在捷克，啊，哎呦，三个，还有一个。好啊，我来了。啊，没有哎、欸，加你是三个哎、欸，对不起。哦。哈哈哈。加什么？闪电鸟。闪电鸟鸟。一句闪电鸟，一句闪电鸟。有新的。有怀孕的。哦。怀孕。那会不会进进出出变格斗系啊？哦哇哦。哇哦。哇哦。走了。好。那我也带闪电鸟好了。闪电。你怎么可以让他们这个同族相克？哇！场上有三只闪电鸟诶、欸，两三只的、欸，真的诶、欸，三只诶、欸，三只都跑来咬我们，有没有？自个人打自个人。我应该、啊、我没换他技能，他好烂哦、喔，完蛋了。他叫霹雳闪电鸟。霹雳翼闪电鸟，鸟不生蛋。霹雳翼闪电鸟不生蛋，哇哇！我不是很有效，我还被麻痹耶，好狠哦！完嘞啦！哇、哦！他说我靠，打你很痛哎！哇，你因为你飞气踢没踢中的话，你就会有那个哦，反噬伤害哦。对对对，哦，这么痛的哦！我原来你打你自己。我那我会踢到自己脸哦、喔，我会劈腿、欸，没踢到他，踢到石头，这直接哦，好痛！哦，脚石头，哦不，疯起来，连自己都打。现在下雨，打雷，就发现他避雷针。抱歉，我忘记按，没按到他。我还以为又开始读中，我也吓到。打那只草啊，那只草很我不打草，我很棒哎、欸。对啊，你想一下哎、欸，打你比较好。打我比较好吗？真的吗？真的啊。你打他完全没效，难道打我吗？有我可以破盾啊，我可以破盾。我可以破盾打到他身体啊！你麻痹了。哇，这做左端、欸哦。他破盾了。是不是巢穴都有左端啊？我的天！端了。先下去了。我在外面抓的都没有左端。先下去了。帮各位拍手。下去拍手，
而且你看我跟云月的闪电鸟颜色不一样，你的是色尾的、啊，差一点点，就真的是一点点，这很不明显哎、欸，跟皮卡丘一样啊，皮卡丘还有耿鬼，好难过，只有那个之前卡比兽就是那个淡蓝色的，超喜欢的，对啊，嗯，等一下，繁星养给你看，对。各位英雄来了，行啊，再拔踢蓝。不，我要不，我要报恩了，我怕踢到自己。人家现在都只扁我而已。Yeah， 下去。太神了！再来一颗速度球。好了，我没有速度球，干碎了。海参之礼。哎呦，没了。睡了，回家补状态。旁边有好多草去哦，来去抓，来去抓，来去抓。有白色皮卡兽，卡比兽。你叫蚂蚁去抓，他刚没抓到。我也要迷你。我给他快。哦，你给他的哦。哦，那不用了、啊。我要去抓迷你了。不在我这。要再练一次的概念。你 TP 我，你 TP 我。不同我想有空可以养养他。嗯，就也是我们这样子玩嘛。对啊，摆着无聊孵个蛋养老。宝可梦后来都是养那个啊，孵蛋养老游戏。有人要打吗？没有要打。我没有。我等我一下哦。我去解图鉴。还没有解过图鉴。啊、哦！我刚好是莽原哎，我来截个图当封面图。好的，准备好了、哦。嗯。好嘞。哦。哦。初登场，我在召唤阿尔宙斯。啊！又碎了，好难啊！啊碎了啊！我还不能收服吗？哦，有了，金碎啊！碎了，好难，拜拜！碎掉了，哎，你怎么在淹水？我刚才说的时候掉下去的，我回家。你要取什么名字哦？嗯百变怪叔叔，听起来很糟糕的一个人。哎呀，大鼻鸟，怪家下不去了。我这样我还是爱你，我把一些更新贴上来。好，嗯，也就这几天的啦，我因为我没有整理，这两个几率都要表明清楚，你不可以乱改。哎呦，嗯哼哼哼，我被看光光了。PC， 辛苦你了，大鼻鸟。你要下班了，永远的下班。没有啊，这个叫退休。对啊。哇 ，IV 八十的阿尔宙斯。哦，爽呢，很爽呢。棒呢，开心的，真的开心呢，挺愉悦呢。仔细想想，这种神兽其实 IV 多少都不重要，啊、最后一定是给他一个金冠。对啊。哎，对啊，游戏设计有点神秘。
金冠这个这个版本突然有点那个洞有点太猛了。对，金冠那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其实我觉得他会这样是为了那个吧，是那个因应大家玩游戏的速度了吧。是的，因为现在没有多少可以像以前一样那样，缩短寿命的感觉。嗯，不然其实我可以锁宝啊。你说把阿尔，可是我觉得现在不好啊，就大家已经都打下去了，我觉得锁下去没什么意义。对，大家用了就没差了，只是觉得他这个原本的游戏设计很奇怪。因为没有现在没有那么多人像我们，可能比较多时间可以去降高。我觉得他是有点跟上，他真的是跟上剑盾的那个节奏。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剑盾的节奏明显就快很多啊。糖果多一大堆的种类，然后。金冠银冠也很好获得。对啊，请问一般阿尔宙斯要怎么玩？我还真不知道哎、欸。嗯，就是自抬光力，然后自我再生，另外两招随便配吧。啊，那个嘞，我是说那个的，他们就神速报恩啊，努力值特工啊，特工哦、啊。可是报恩的话，报恩是不是武功啊？对啊。我再看你要怎么玩吧。我还是温和的哎、欸，降攻击加特法。抽薄荷啊，抽薄荷啊！你吃薄荷？你薄荷是个坑哎、欸！我每个都马是个坑，太帅了！你的最后一个坑吗？不，每个都是坑，每个都是坑。阿尔宙斯回战，好啊，我要去这个。宙斯回战，好，宙斯回战，不错、哦，很会。好，这个。那努力只是就是力量凝结吗？啊，观众，努力值我要怎么用？什么力量、速度还是怎么配？教我。嗯。我的努力值要怎么练？力量、速度，然后六点体力吗？双刀是什么？双、嗯、刀的意思是什么？这任务叫我采红石矿50个，采完之后他没有完成哎、欸。误攻误防吗？他是说回报吗？还是你是不是丝绸？没有，我用幸运山。哦，那我是用丝绸挖了50个之后，确定50个在身上，然后用幸运山挖掉的。Interesting, I don't know. 嗯，特工速度，反正主要还是我，这是我写的那个啦，每日啊，另外的那个就是能解掉就解，能解的就算了。我已经把它放弃掉了。为什么要特工？所以他用那个不好吗？奇怪的人物。对啊，现在有两个流派嘛，一个是双刀，一个是特工速度。能够把他原版的任务。啊、不是这样子很快就洗出你的任务了，没有，我的任务的意思是那个啦，就是你从那个每六那个每日报道那个而已，光光哦，我不太会写那个，就是随机生成在 NPC 身上那个我不太会，那个要研究一下。那就解这个就好了。解 menu 的最好，解 NPC 的感觉。钢属刀，好啊，双刀吧。进化一只钢属性。双刀，那就双刀。两只地面系。虫系。狩猎二系。狩猎钢系，
生命好了。他耳朵速度多少？你知道？查一下。你是说维基吗？对啊，就查种族值的速度啊。啊，耳朵速，啊，耳朵速，三地数就是了。左两只地数。这个灯，这个灯在哪里？我觉得它很平均呐、啊。啥全池绒绒石？完整的。对啊，全120。哦，水桶腰。哦，水桶腰，哆啦 A 梦。没有，不是，没有啊，这是种族值，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就是直的。嗯。长得一样的都会叫到水桶腰，像什么梦幻啊。斯拉比啊那种啊，也都是水桶腰啊。哦，你说我真的速度、哦，白痴哦，对不起。先弄封面图。速度够了，是用生命是不是？啊，反正先练。李烨，嗨！你在找大师球的时候是，是他有办法显示说只显示大师球，还是说啊？他三种球都会显示，你就好吧，不是你要的你就略过吧。我今天也是在找设定档 ，config 那边不行，他就是只有设定他是宝可梦箱子。那他的那个箱子，所以他应该没办法设定说你已经拿过的那个，他就不显示，还是会显示？好像不行。好的。你就是把拉线全部牵起来，然后你就这个拿过，你就跟着另外一条线走，等他箭头指另外下一个。好。对，你就把他的追踪线也打开。我现在就是看那个光柱啊，开那个光柱比较好看在哪？嗯，然后就发现属世界也太多了吧？对啊，多啊。我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什么技能呢、欸？现在真的是一问三不知，所以才会想问你们。天狗体质肉。可以改个性嘛？可以，但是要那个要花点钱。啊、怎么都没有技能啊？可以，我换个。减特防加速度的叫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你们讲好多种，我每个听的都觉得哦，好动人，可是
每个奖就很难选。我知道这是宝可梦的乐趣啊。没有，我现在没有要先知道到哦，也是呢。像你们可以打出招式的配法，再加上他该要用什么个性吗？再加努力值。像努力值，现在我就是练力量嘛。哎、欸，有人中毒了，不中毒了。滴滴。有吧。好。都是学很多招，学你没有？有啊，我们刚学灭亡之歌，打 BOSS 用，选择配法，配队伍阵容哦，确定是长耳兔、胖耳钉、卡比兽吗？这样子，那其中一只就。胖耳钉跟猫老大是有空缺的位置，想要练吉利蛋啊。目前第三只在养的是吉利蛋，那三 D 龙二是后面再养。下一只要练的也就是吉利蛋。不要神速，那个只会减攻击，带个手速，有技能哦。个性天真，地主功力，智慧带不放。还有妖精跟二，妖精跟二啊，四纪录也是有在练，可是没有练得很精啊。还有什么泡沫兽、泡沫历史，怎么办？好多想练的。完了吧。252了。OK, 下一个。我特工齁，练哦。不可爱的，请叫我不可爱。大奶罐可以学灰子，很好玩。我大奶罐不会学灰子啊，我会别只学灰子。该怎么说？我大奶罐，这只大奶罐没有要当趣味的，你就是要恶心别人的啊。就大奶罐其实还没开始刷，想等100等再开始搞。
所以剩下六点要点哪一个啊？白痴哦，是这一只。要吃八个生命八个，多边兽知道怎么召唤了吗？我已经抓到啦，两个，生命八个，凝结量。好，上课加油！这只有点大只哎。补个血，再去刷。啊！继续，喂、欸，正在外面呢、欸。不好意思、啊，那收集百变怪。哎、欸，都是尼多尼洛。天色怎么不一样？特建议用天真，好，或不深不浅的，对啊，我比较就是怎么讲，因为真的流派很多嘛，他也会就是脑袋会很复杂，会打结不过来，毕竟。以前玩就只是想说就打打怪什么，没有想要弄很好。会想要弄很好，主要也是因为他这游戏寿命太快结束，所以才会想要用孵蛋机那边慢慢玩。等后面差不多孵蛋机就只剩下百变怪了吧，在那边玩孵蛋而已。没事，每个人玩法不一样。要再吃一颗了。你们觉得要速度好还是生命好啊？有妖精二一般格斗的话，可以选那些无法克制的。对啊，所以我的猫老大才会一直在场上，再加上他有，我会学妖精跟那个啦，妖精跟二属性的，因为卡比兽有咬碎嘛，有又一只、欸，
哇，你不要变阿尔宙斯啊，我也怕。嗯。真命哦。变成大便没洗手，两个大便没洗手。AT 报恩替身冰冻拳吗？替身冰冻拳呢、啊？你会想拼速度？我会想要速度。看你跟我想的都是很像的。我是带 HP 的。啊，你说冰冻拳加替身吗？替身，那我是不是要找那个啊？找法法他们帮我用。阿尔宙斯再吃一次这个奇怪的糖果。话说不能用 Mega 吗？因为这个版本他们说是那个集聚化版本，所以 Mega 不会有。丢掉。哎，我是没装。跑到什么上面去了？防御。防御的果实很多，来，宙斯，地下，苦苦苦的，OK。这只完成了，你们说这只要天真的不对？符合原则啊！你们是要带什么生命宝珠吗？生命宝珠，生命宝珠，那个唱的会很强，我知道啊，但。就是要有爱啊，就像那个白色恶魔一样啊，有爱就要练他，懂吗？我不会因为说，那个很强就练他，啊，那个已经不强了，不要练了，这样子我不会讲，不会这么做，就是有爱就是会玩下去。好的，再来，我想一下哦。我的大奶罐个性应该不用改了吧？也要改，靠腰。如果打对战，对战是没有啦。对啊，你看那个白色恶魔，你是真的在接触宝可梦才知道白色恶魔是什么鬼。那习大啦，你们那时候教习。他是不是要固执啊？你要带请假王吗？我在想啊，就是我目前这边有准备好的嘛，这只，然后放过来，这只这样子，然后这只大胆吉利蛋，然后多边兽跟这五只，还有。戴龙我应该就不要了吧，戴龙强是强在 Mega 对不对？我记得没错，那时候戴兽是强在 Mega。 有爱就练起来，我有爱啊。阿猫老大应该是平时赚，现在应该是就是平时赚钱带着，没有的话就不会在队伍里面，所以我目前的队伍应该就是这样子。
这二四五，然后再随便抽一支，对啊，没有要打太，我们应该是没有什么要打对战呢、啊，除非后面要那个，我是想问平民的那种打法。哎呦，看一下，大胆百变怪，不到。平民的意思是就很大众，那就是大胆。就怎么说？因为我们应该短时真的是很短很短时间内，我们不会动到就是彼此 PK 这种东西。内练完皮，温顺，两个温顺，悠闲勤奋，天真，两个浮躁，到，哇！对，在，所以我现在吉利蛋个性对了，我就是晚点要来练他的努力。那吉利蛋是什么？防御血量对不对？还是防御特防？这资源还没搞哎，看一下卡比兽好了。这三只好了，四只好了，我剩大奶罐还没好。好啦，五点啦，那先这样子，晚点巧克团不确定会不会，血量防御哦，好，那晚点再说吧。生命防御，一旦推荐不进化带进化器。我知道啦，我不想要进福蛋。要带这个吗？这个是给阿尔宙斯的，对不对？可是我现在是没什么招式啊，就只有自我再生，然后没其他招了。我是不是要去先有其他招再来带啊？建议带栗鼠，泡沫栗鼠。但是现在泡沫栗鼠有个问题是，这个嘛，我现在有个问题是，这个我还是会练啊。泡沫栗鼠是输出嘛？那请问泡沫栗鼠要什么个性？治疗治愈之愿那是什么？我有吗？泡沫栗鼠现在尴尬的是没有那个圆滑知识。爽朗吗？爽朗是我的百变怪有没有爽朗啊？好像没有，
该去刷个双狼了。那是要光之石哦，啊，他怎么哦？还是因为版本不一样？哦，你是说他要天真是吗？哦，爽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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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用，然后等我刷到有爽朗的那个百变怪。再来连着，好，那目前就阿尔宙斯、卡比兽、这个，然后这边是剩这六只是目前还在想。我想要就是很肥很厚，那边慢慢跟他们玩。雨林安安，爱管事有爱吗？还好欸，看一下哦。爱管事，片盾配刀，爱管事的样子我还好欸。雄性的还好，雌性的我可以。好啦，那先这样，我慢慢学啦。你们教太多，我真的有点会吸收不了啊，导致下次又问你们。欸，所以我没有你刚刚讲的啊，那个长耳兔可以带的东西，有吗？箱子里有没有？好，十秒后我换下一个箱子。对，下次我要一个慢慢来啊，有觉得我进步吧？不然我以前都是带固定几只自己喜欢的，然后管他什么用自己喜欢的招式，应该是没有吧？好啦，那我们而且有这个吉利权呢。好啦，我们晚点见啦。感觉没有欸，你们是说什么皮带啊？长耳兔要不要带治愈院？所以治愈院是什么？我去搜寻吗？哦，白痴，治愈之愿是招式哦。虽然自己会平时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我在想哎，自己扣一半的生命，然后补那个的吗？先往上移动了。好啊，好啊，可以走了，我要关台了。所以我可以继续带这个吗？好，先这样。头戴围巾，大家晚安喽。